丘比，猫吉尼亚丘比。现在阿丘没拍1000块系列，就是因为你现在坐的这个沙发，你懂吗，丘比？猫吉尼亚，这个沙发比这个时钟还贵啊！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我急了，没钱拍1000块了啦。丘比不要走，来安慰我，安慰啾啾，不要走，不要走，来跟啾啾安慰一下，宝宝。丘比，你在干嘛？椅子舒服吗？怎么我觉得你坐在上面的时间比我还久，过很爽。